些鲜鱼的瞬间，余生平凡，感谢重生的那天。已经 terminal 啊，啊身体哦，愈来愈萎，都滴要无力熬啦。才八岁尔嘞，就这囡仔哦，确实真唔甘啦。啊，前几工我听伊讲哦，唔捌去过动物园，啊，真想要去。就猜我这个人哦，袂甘的这种代志啊。我知啊。只要伊身体会堪的，会当旅行哦，我无问题啦。佳，我会帮你看的。你是不是要回来木栅动物园啊？对不对？我顺顺啊，会当帮你做导览，拢会当的。保证你的陪审满意，无问题啦。嘿、欸，同学，你这么大主任呢，够你做导览？嗯。大意思，当然啦，那有啥问题啦？你有这个爱心哦、喔，我哪会当甲你糟蹋呢？哎、欸，无，同学，还真多谢您诶，有你麻烦啦。啊，那有啥需要，我随时甲联络嘛，哦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，啊。李医师，你找阮遐？你先坐坐，我检查一下啊。来，这面膜恁看一下，即摆是安尼啦。阿古志，你拢有熟了？哎，即马状况愈来愈歹啊！你应该拢真清楚。我相信哦，你拢甲我同款，拢替你艰苦。即马是安尼啦，这阿古志哦，毋捌去过动物园这个代志，还阁有叔叔妈，讲要带阿古志去动物园这个约束，我想咱应该替伊来完成。来当我这个囡仔管帮，这么样嘞啦？我想这代志，谁是？是，都你去负责，都当作是临床 case 去做，安怎去就安怎回来。第一类有什么状况要安怎处理，还是第一类爱注意什么代志？所有代志，应该注意代志。我要确实检查一遍。我知。啊，阁有啦，万邦医院黄医师哦，高血劳动哦，我应该也协调过啊。伊真专业个机关，伊出外进前哦，爱个确定伫个行程。啊，若我就坐伫你遮，就算讲我有刀，我嘛一定接电话，所以有任何问题，一定甲我汇报。在不？有了，阿姐哦，关键命，就定是医嘱，有任何代志我会负责。阿弟落的，恁千万爱说你。在。阿哥笑嘛啊？其实就是安尼嘛，啊，
爱去。啊，过一时间，剩无偌济啊，赶紧转去哦，甲这行程加演练几遍啊。上好是后日就会当出发了。进去啊！啊，是。小恩啊，恁李大医师嘞，跟我伫遮。李医师伫休息室。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，你乖，跟你无关系，你无用你的，哈。意外。哎，是吗？你，看那面试，我是搁有倒做唔对呀？唔呐，唔对。还阁是大的唔对嘞！哎、欸，我问你一下，小蛋，你来坐一下。唔坐啦，唔坐啦，我唔坐啦。哎、欸，李大医师啊，大老爷啊，拜托的，你唔好甲家己找麻烦了无？我讲要带阿姑子去动物园，是要咱阿姑子吼身体较好个以后呢。啊，你是咧想啥啦？即摆阿姑子还阁遮严重，你要让伊去动物园？嘿，台北呢，一撮路足远个呢。啊，万一万一路中难啊？啊，你这个医生是要阁做无？你若拢无想一下哈，这毋是讲安尼医生妈妈、护士妈妈遐简单解决个代志呢？无啦，我啊，你即马嘛出声一下，哈，看即马是，哦，啊，你拢无讲话啊，我，啊，无敢咪讲，啊，佫是无救啊。哪会这么紧啊？哎，无啦，安尼嘛是袂用的啊！啊，遐两个路，啊，万不一，啊路中啦，啊，你敢唔免担责任？啊，哎，我是拢无要紧哦，我是唔惊哦，哈，我是要甲师傅留好遗书伫遮呢。你知我的意思啦，吼、哦，对不？无啦，即马无啥物责任唔责任啦，人也救袂回来啊，可算通讲啊。你嘛袂用安尼讲啊，袂用个万项代志吼，拢爱一百分啦，对不？啊，佫是得到的是绝情呢，哈、啊！若准讲，这个囡仔救袂转来，嘛毋是你的毋对啊，是无？主要是讲，咱有尽力无？对无？是安尼啦，叔叔啊，像你讲有理想。当初我问阿姑子妈妈，要阿姑子做化疗时阵哦，阿姑子妈妈拢还袂想好，阿姑子家己讲哦，伊着要做化疗呢，伊着想要赶紧好起来啊，会当赶紧倒去厝诶，照顾因妈妈，照顾因小妹。
这么好一个囡仔，我无再度甲救回来。还有这一点点啊心愿，咱敢无得替伊完成？那我做这个艺术课什么意思？那你了解不？催泪嘞，你不过怎么考出来？哟，安尼啊，考一个好，来，你妈也考一个，给紧考一个，好，别惊心肝了。好啦，叔叔妈，起码是安尼啦，迄动物园伫目屎迄边嘛，对无？迄附近万方医院哦，我有一个同学伫啊，我已经拢甲伊讲好啊，伊不管是拢 stand by， 都要准备好啊，就是惊讲万一有啥物状况发生。啊，台大医院迄边哦，我嘛讲好啊，所以。叔叔嘛，啊，你得放心，除了顾忌。阿哥伊妈妈、伊小妹去动物园啊！从现当哦，互你囡仔有一个回应。这个心肝啦，安尼也无健康，知无？艰苦嘞，你唔知。一个这乖的囡仔讲，真的，哎呀，恁阿个同齐问问，甲遐讶异着吼。迄李大医师毋若是安尼讲哦，伊还佫讲吼，遐阿佫是遐可怜吼，遐乖，佫遐勇敢吼，伊安尼一点点小小的心愿，啊，咱无法度甲完成，做医生哪有啥个趣味？哪有啥物意思？嗯，对无？伊真是安尼讲的啦。看袂出来呢。嗯，啥物看袂出来？就很李医师的好不好？根本就是李医师会说的话。这叫铁汉柔情，外表刚硬，内心温柔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对对，你安尼讲的上对啦。嘿，你看，这就是安尼啦，人甲人吼都要相处才了解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哎呀，我跟你讲哦，迄李医师嘛捌甲我讲过咧，讲哦，伊细汉的时阵啊，伊妹妹破病足严重，讲住伫咧病，啊，伊妈妈都安尼烦恼甲哦，病院啦、厝的安尼双头走啦。伊足烦恼，讲伊妈妈哦，因为安尼添一个破病啊，全倒落去。啊，啊伊嘛是唔甘伊妹妹啊，啊，佫较唔甘的是伊妈妈。所以吼、哦，伊迄阵就咧想讲，伊一定要做一个吼，会当照顾病人，佫会当照顾病人家属心情的迄款医生。嗯，你看，有感动。
哦，迄较细汉吼，都有这种的决心吼，我实在足感心的啦，嘿。所以讲啊，伊会对恁吼，大家安尼要求这么那严格，是有伊的道理在的，你知无？嘿，啊，伊嘛是希望讲吼，恁大家啊吼，会当甲伊同款。 所以吼，我拢嘛爱叫伊吼，李大医师，李大老爷，嘿，真的啊，恁拢唔免惊伊，真正是爱好好的向他看齐，嘿，恁若吼愿意安尼向他好好的看齐，伊拢嘛会知，嘿啊，安尼恁就吼对伊较了解，啊较袂惊伊，啊代志唔才做会好，对无？啊无敢若惊，啥物代志嘛免做，对无？嘿，嗯，嘿嘿，李医师来了。 好什么？工作时间为你才吃物件开讲，搁好意思甲问好？你即摆是安怎？愈来愈唔惊我哦，啊？嗯，哦，苏总嘛，你哪会搁伫？ 阿仔，哎呦，那逐摆拢安排到安尼拄拄好呢吼，哦，哎呦，李大医师啊，我拄啊吼，你底下给你做公关呢，你讲你的好话呢，啊，什么你一来就歹性情啊，你这是怎样去了了？哎，叔叔妈，哎，我本来就是十大恶人之首啊，做什么公关？我是去带兵小镇的，有什么公关好做啊？ 你知影你恶人倒啊啦，嘿，知就好啊啦。<笑>不是啊，我吼，我是搁点心吼来还食。啊，总无讲吼，啊工作遐辛苦对无？是啊，吼，妈哦，休困一下对无吼，啊还因充电一下，喝一下下午茶呢，对无？充电啊，这是咧充电。休困一下。休困一下是用的啦。哎嘿。 我甲你回信咧，哦，咱骂唔对啊，哦，应该回信咧。啊，不过哦，恁千万唔通哦，叫苏祖妈误导伊哦，叫是我讲咱真好讲话咧。后摆若看到哦，做代志无专心，还是马马虎虎哦，我讲哦，同款无留情面，该骂都爱骂，知无？对，该骂都爱骂，嘿，恁该骂，真知，恁拢知啦，嘿。<笑>你爱。 啊！你没有礼貌呢，无讲回应一个讲，哎哎哎，进来。是，李医师。哎呀，叔叔妈，哎，这下害啊！我这十大恶人之首，叫你不过，就会变三只小猫啊！今天我一世英名拢叫你毁掉。袂啦。 你笑啥啦？李四，无啦。代表行程安尼好袂啦？好啊，报告师傅，我下晡可能李四都定。哦，安尼哦，明仔载就出发了，哈。是。对啊。啊，我手机啊拢袂关，手机啊、病院啊，啊，搁出来这电话，拢写伫顶头。哦。有任何，我讲一遍。 有任何问题，你定靠我，知无？知。来路的较顺利啊。我知。嗯，我知。
呢，你看哥哥有没有开心？这么开心哦，哎呦！都有金鱼，阿古奇，妹妹说有金鱼呢，看一下，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啊，没有看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今天要去动物园看星星啊。嗯，有没有高兴啊，阿古奇？有哈，嗯，有哥哥有高兴呐、啊。你会不会冷？啊，不会哦，真的不会吗？会要讲嘞，哈、哦，会冷要说哦，哈、哦。好，待会儿啊，哈、哦，你不要紧张，不要害怕哦，哈、哦。我们去看那个大猩猩啊，那个大猩猩好大好大哦，比我们在书上看的还要大哦。你不要害怕哦，哈、哦，哈、哦，不要害怕，哈、哦。好，好，我们走。好，来喽，哈，来喽。哎，师姐。哎、hey, ，你好！啊，这个囡仔是啥个金孙？啊，来动物园佚佗，佮创啊这领侪医生哦。好，伊哦，阿姨都阮大家金孙啦。我跟这个阿姨说，你是我们大家的金孙，对不对？那阿姑姐，哎啦，你讲是啦。是安尼啦，啊，都阮花莲慈济医院的外科主任啦，都唔甘这个囡仔吼，带病带伤久。叫你出来出来佚佗啦，嘿，对不对，妹妹？哎、欸，是哦，嘿呀、啊，啊是安怎？哦，伊哦，唔知呢，嘿，这都要问伊主治医师才会知。哦、嘿，啊，歹势吼，阮要来看大猩猩，对不对？好，歹势呢，吼，行，嘿，大猩猩在哪里？在那里。啊，走走走，我们走喽，嘿。阿姑姐，有没有啊？我就说这是总统级的郊游旅行，开不开心？好，有没有开心？阿姑姐，有没有？有啦，有啦，有开心啦！啊，哎，啊啊，没有跟李医师说谢谢，他没有来呢。哈，谢谢李阿伯。哎呦哎呦，哎，比我有礼貌啦。哦，谢谢李阿伯，有没有？阿姑姐，有没有谢谢？有没有？看哪里？看哪里？看哪里？有没有？哦，有。哦，有有啦有啦，谢谢李阿伯哈、哦，谢谢。好，我们阿姑姐会加油的哈、哦，会加油会加油。哦，我们现在要去看大猩猩了呢哈，快、哦、跟李阿伯招个手，嘿，哦，要去看大猩猩了，嘿，谢谢。大猩猩在那里耶！哎呀，哦，
科技，科技有看无？哦，有没有看到大猩猩？有没有？哦，你还把这种铁金链呢？把你啊丢进去那个大猩猩那个里面，跟他住两天，好不好？我也要。傻瓜，啊，苏祖玛是跟你开玩笑的啦。你嘛点头呢啊，估计。你会被大猩猩吃掉哦。哦，有很开心的哦，哦，有没有？哦，哦，他在干什么？哦，他肚子饿了。没有看到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眼睛睁大一点看看，有没有？哦，好饿哦，哦，你看他有吃饭呢，哦，有吃饭才会长大，身体才会健康呢，是不是？哎呦呦，他在看你，他在看你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有在看你哦。哦，没有没有，他叫哥哥探长。还有哪一只猩猩？你最喜欢哪一个猩猩？是不是那个？哇，你看那个大猩猩哎，有好多好多猩猩哎，有没有很开心？妈，那是什么啊？你看那是羊驼，有没有？眼睛大大的，跟我们集美一样，眼睛大大的。没关系啦，哎，没关系，哦哦，走哦哈，哎，来去，来哦哈，哦哦，打打啊哦哈。看不到对不对？哦，哇！有看到吗？快跑！哦，妹妹底下哦，哈，哦，哥哥，赶快来看，羊驼在吃草哎。哦，羊驼在吃草啦，妹妹说，哦。郭姐，你怎么了？郭姐，郭姐啊。如果累了还是不舒服，要跟沈医师说哦。哈，你是想让妹妹多玩一下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都栽了。没关系啦，我们下次再来就好了啊。哈，等你好了以后啊，哈，叔叔妈还要带你去儿童乐园呐、小人国啦，哦，好多地方都可以去玩哦。哈，没关系哈。哦。对，你哪里等伊啊？我等来等来伊啊，哎，等来。阿桂警官，听叔叔妈的话，我们下次再玩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下次再来哈。没事，麻烦公司司机把车开过来，我们大门口旁边，万方医院那里，我来联络。哦，好。好好跟你哦。好，哥哥，没关系，我们下次再来。好，下次再来哈，妹妹公，下次再来哦，好，再见。OK， 再见。
气，今天好一点吗？肚子有没有痛痛？38.5度，比昨天还好。那今天还要再加油哦。阿姑姐，哈哈哈，阿姑姐，今天有没有好一点？嗯，有没有多吃一点呐？有，那么乖哦。嗯，哦，你看，叔叔妈给你带什么？这个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星星最喜欢吃的小点心呢。哦，还有啊，木瓜牛奶呢。哦，偷偷的说，有一点冰冰的哦，你最喜欢的，好不好？哦，不要哦。好啦，叔叔妈给你放在桌上哈，等一下等妹妹来的时候，一人一半，好不好？哦。最乖哦，你最乖的。嗯，哇，你看这么多照片呢，我们去动物园的，对不对？哇，去动物园的时候你的眼睛这么大一个呢，哦。怎么有那张照片啊？哦，你跟星星一起拍呢。哇，你有没有很高兴？星星在你的头上呢，这么大一只，有没有？哦，现在也有一个大星星陪你呀，有吧？啊，你好厉害哦，你好幸福，有没有很幸福？所以啊，要乖乖吃饭啊，好不好？吃饭啊，不然你妈妈会担心呢，是不是？还要吃饭才有力气呀，啊，要吃饭有力气，我们再去一次动物园。哦，你最勇敢的，叔叔妈最爱你。
爸爸妈妈在洗衣服。我知道，妹，我跟你说，哥哥说的话你一定要听，一定要记住哦。啊。小声一点，妹，你以后看不到哥哥了。不要害怕，不要跟妈妈吵，知不知道？哦，那你要去哪里呀？哥哥要去做星星的。那我也要去。不行了。你跟我走，妈妈怎么办？你要陪妈妈呀。不，不可以跟妈妈吵着要来找我，知不知道？不然妈妈又要生气了。哦，那我以后可不可以去动物园喂你们吃香蕉啊？烤的怎么样？啊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哦，不错就好了，不错。谢谢谢谢。每一次都进步一点点，进步一点点，这样才有进步的空间嘛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啊，祝福祝福哈。师姐师姐早，早有你的报告呢。哟，哦，那还好，大家拢寄给我物件呢吼。啊，阮查某囝啦，要给阿姑寄的啦。哎，哦。啊，内底唔知啥吼，照灯啊！哦，谢谢。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这只是啥？哦，足够水的呢。哎呦，阮老师的呢。哦，哇，真够水呢，做小妹呢，大明星呢。很有名嘞，是哦，一大明星哦，哇，哎，啊，你唔迄个猪八戒亲戚哈，哈啊是变阿骨子个啊，嘿啊，阿婆，互妹妹卖用个呀，啊，你叔叔师姐，啊，啊，我来去陪那个黄先生去复健，哎呦，迄个黄先生吼，嘿，啊，无好啊，你先去陪伊啊，啊，伊拢无乖啦，迄做复健也无认真，哦，你是改去哦，好，安尼我着改去哦，好啊，吼，谢谢啦，吼。阿姑是最近身体也无讲介好啊。哎，朱小妹，咱来给阿姑子看一下，哈。阿姑子看到你吼，应该心情会较轻松，啊，身体吼就会较好一点嘛，好不？哈，好啦好啦，行啦，来去啦，哦，大明星嘛，对不？要做一下公益，出发喽，哦，来。Thank you.
道你打第一次屁屁会痛，我会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好了，要准备了，准备要开始打针了。说什么？阿古西妈妈，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天还没亮，大概是凌晨四点多。他就不在了呢。他估计他的训练是要到动物园看猩猩。他一晚说，因为这个六七岁的孩子要完成他的训练，到台北的动物园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还要大只的氧气筒，还要医生，还要护士陪伴。尤其他妈妈很感动，一直路都一直哭。他说能够完成儿子的心愿，就是他走了，可能也走得很安心，因为医生跟他讲他已经走完人生最大的终点了。那在看到星星的时候，啊，估计那种欢喜的眼神，他就哇哇的一声，那也气喘起来。医生就觉得说不能再久留，后来就在那边打着强心剂，那就回到了花莲。第二天这个孩子才走掉，那也让所有的人没有造成遗憾，也完成他的心愿。乱纷纷，风月无痕，尚有春。等天光，我等一个人，会当将阮未来打算，望伊撒开幸福的门，赶走命运的。大故事写一本青春，才知日头在家己心中，天随时会。